其实这体力真挺像的，你刚才这动作都高难度啊！在平地上的单腿托马斯拳拳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你连着做了四五个嘞。在很早的时候，我可以连续做几十个。对啊。 我提议啊，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体育也都非常棒，你们要不要这上台感受一下，好吗？托马斯这学不了这个，试一试吧，好吗？你拳拳一个，我试试。你告诉我动作要领。两个手撑住地之后，别着急啊，是这么着，啊，是这么着，啊，之后靠雷鸣，你手抖什么呀？你还没做呢，你手抖，腰子腿往前往前送，送，好。 恭喜您成功了，恭喜刚刚你交给雷老师的这个动作是你舞蹈动作当中最难的吗？应该是我最难的，这个是属于杂技和体操的一个融合体，在那个刚才的这个舞蹈中，还有整个就靠拐杖支撑全身悬空的动作。对。 马丁老师想学这个，哎，这个也我也可以教给您的。不，您别教了。就像说什么呢？啊，就说外边下了大雨，前面是哎呦好多的水啊，我穿着一个新鞋，我过去怎么样的不让这个鞋去湿呢？对呀，这就好办了，我就会抬起右脚。哇，这都行了，哇，这都行了，哇。